欢迎来到频道 Daily Star News，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琉璃与芒果 TV 解约，成毅袁冰妍还想红吗？韩庚就是例子。由于成毅袁冰妍合作的《琉璃美人煞》原本定于在八月六日在芒果台和优酷同步播出。 然而，谁也没想到，就在播出日当天，芒果 TV 发声明，琉璃因网络平台于八月五日晚突然单方面提出解除合同，而无法跟观众见面了。芒果台表示将会采取法律手段维权。此消息一出，网络炸锅了，不少网友就表示，优酷这样操作是对琉璃多有信心。《琉璃美人煞》是改编自同名小说的一部大 IP。 主要讲述的是讲述了少女楚璇玑和雨丝凤在面临爱情与前世阴谋的双重压力下，携手面对腥风血雨，缔造了一段极具色彩的仙侠故事。其实这部戏的题材并不新鲜，《花千骨》《仙剑》都是成功的典范。这种类型的仙侠剧在年轻观众那里还是比较吃香的。这次优酷单方面撕毁合作的原因是什么呢？总不会真的以为《琉璃》能超越《花千骨》？ 优酷背后有阿里支持，肯定是有胆量跟芒果台一较高下的。只是苦了《琉璃》的两位年轻男主角了，恐怕以后程毅和袁冰妍很难登上水果台的节目了。尽管这几年芒果台综艺一哥的位置受到了不少兄弟台的挑战，但不可否定的是，芒果台的造星水平是一流的。郑爽的《流星雨》，赵丽颖的《花千骨》，李易峰的《古剑奇谭》，都是通过芒果台播出的。 可以说，他们的成功都跟湖南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能捧红明星，就有能力毁掉明星。对于那些被湖南台雪藏的明星，也能用一言难尽来形容。得罪芒果台是非常危险的。要说从韩国归来的第一人，可以说非韩庚莫属。韩庚刚回国时的人气完全不输给鹿晗，然而自从被芒果台雪藏后，韩庚的人气就一路下滑。 如果不是电影《前任》，韩庚恐怕至今都难翻身。韩庚是怎么得罪芒果台呢？二零一二年，韩庚在做客《天天向上》时，因节目组播放了他当时绯闻女友的照片，引起了韩庚经纪人的不满，不仅爆粗口，而且还不让韩庚继续录制节目。从此，韩庚就很长时间内都没有出现在湖南台的节目上了。 芒果台另一位被雪藏的著名艺人就是朱丹了。从蓝台出走后，朱丹就加盟了芒果台。据说当时芒果台对朱丹非常重视，不仅为他开新综艺，而且还让朱丹主持新年晚会。然而靠嘴吃饭的鹅朱丹竟然嘴瓢了，在某选秀节目中读芒果台短信号码时，朱丹竟然说成了老东家的原号码了。就这样。 朱丹跟芒果台的合作也算是彻底结束了。现在的朱丹已经成功转型去当带货主播了。成毅和袁冰妍两人可以说都是新人，地位跟韩庚和朱丹没法比。韩、朱两人得罪了芒果台后都很难翻身，那成毅和袁冰妍的道路就更难走了。